大家好，我是艾莉，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当当多多里的火炉比大饼玩具，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啊，我怎么赚点钱呢？啊，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好呢？我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找一下。你现在找工作吗？你想要赚点钱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很想要赚点钱，我想要买冰淇淋吃，然后呢，我想买玩具呢，所以啊，现在我要赚点好多好多的钱呢。啊，那么你跟着我来吧。啊，是吗？好的，那快点去吧。啊，这里是在哪里啊？啊，这里是我的比萨饼店的，你在这边工作就可以了。那我走了。不过老板走了。朋友们怎么办呢？首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应该火炉，然后旁边是做面包，然后香肠、生菜的，在这边还有起司啊。好了好了，想一想，我妈妈以前在家里做过那个比萨饼的时候呢，首先要做面包。OK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会，艾莉应该能做比萨饼的。那首先呢，做比萨饼、做料理的时候呢，服装是很重要的。OK， 艾莉呢，准备好了干净的服装。OK， 穿好了。艾莉呢，现在准备好了，那开始。打工啦，怎么做好呢？ OK， 首先呢要做面包，最下面的，下面的是要用黄色来做一下哦。OK， 面包呢已经做好了，这个上面呢要做生菜，然后蘑菇，然后香肠啊，都得要做一下了。那现在要开始做了。OK， 现在呢比萨饼呢都做好了，那现在把做好的比萨饼要火炉里头要烤一下哦。OK， 那么烤这个比萨饼的时候呢，我要做一下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OK， 这个上面呢需要西红柿酱，咚咚咚，要放一下。OK， 然后上面当当当当，朋友们，意大利面食做好了。比萨饼的香味真的很好啊。现在全都做好了，那么快点要拿下来看哦。哇塞，哇，这个比萨饼真的好可爱哦。真的很好味，那么就把它这个放到这里来。没有客人，那就我要尝一尝好了。反正现在没有客人嘛，试试看啊。哇，
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哦，太好吃了，再做一个，再做一个。嗯，嗯哼，嗯哼哼，再做一个，嗯，很好吃。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 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朋友们，拜拜。